了这个三句的人啊，伊有这个定圆满，定圆满啊，在咱的经里面啊，就是讲伊有四善，还是无一少本啊，有一心呐、啊，一心就是讲谈到禅定啦、啊、，one pointedness of mind 啦、啊。所以因为这个三句的人啊，在经里面讲有谈到四善呐、啊，三句的人死去过后啊，出世得了。就是在这里四贤的天叫做 Sudavasa Abode、啊、四贤的天，所以因为三个的人出世在四贤的天、啊、所以我们会了解、啊、三个的人、啊啊、应该特别谈到四贤，因为出世在四贤的天、啊啊、然后这里贤、啊、跟这里正念、啊、有什么不像、啊、观观跟这个贤、啊、有什么不像，要让我们了解这个、啊、在这个